Hello，午安，午安。午安呀。Hello，Hello。午安，午安，下午好。为什么他？连不到，哎，有了。Hello，现在冰册选送的星梦应援棒。Hello，Hello。Hello，中午好。你们好呀。Hello，Hello，等一下，我先处理一下事情。谢谢小吉送的红玫瑰。奇怪，我刚刚在找戒指，但找不到。不知道去哪里啊，消失了。没关系，等我一下。今天雨下超大，超级大雨。Hello，Hello，大家好，午安。Hello，下午好。今天雨真的很大，先放个音乐。今天要出门吧，我原本今天要去买东西，就是买洗发精，但是他这样子吓害我不想出门，但是我洗发精已经用完了，我该怎么办嘞？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就很不想出门，但是我洗发精已经用完了。所以就在思考，喝个八药的冰淇淋红茶，好吃吧？微笑着等雨停，雨赶快停。只要你陪我回家，真的。完了，我现在是找不到。哦哦哦哦哦，有了，等一下。感觉晚上应该不会下，希望。我现在真的是要买补给品，但是真的是懒得出门，因为在下雨。谢谢维基范大叔送千纸鹤，这都是晚上的心动加九九五。Hello Hello， 不喜欢下雨，为什么最近都在下雨啊？那个台风不是走了吗？晚上还要去拿 CD， 晚上都要出门呀，吸南气的、哦、啊哈，好讨厌了。但他的午后雷阵雨很午后哎、欸，很晚哎、欸，好讨厌哦。刚刚收到八单啦，我看一下我的，白浪都是给我的，谢谢，谢谢你。CD 好像很难拆，我必须老实的跟你们说，超难拆，是真的很难拆。就是啊，有那个教学的，对，我看一下，我还没，我还。昨天的工作，
真的，昨天才拍，对，昨天拍的。昨天突然跟你说，我不是说，哎，我提早要出门了，就是，哎，提早要被抓去拍这个，突然收到。原来是这样，没错。原来是这样，没错。刚看完开箱影片，我现在在看。拿到了吗？还没拿到。这次真的很可爱，歌词本里面也超可爱的。没有，现在拿到了。你那个 TP 我们真的原本完全没有发现，是那个姐姐讲了才知道，不然真的没有发现那个 TP 耶。我看我看，没得订，哎呀，应该要早，他好像会预购，所以要早一点订的样子。Check. How we do leg?合照的是什么啊？合照的是特点吗？合照的也很好，有五款特点哦。官网买的好像有不一样哦，官网的有合照，原来如此。他们的神侠啊，好酷啊！破音，好酷啊！真好玩。另外包的，好酷啊！小晴是独照，
烦呐、啊。River 没有破音，对啊 ，River 没有破音，但就是不是最好的，我 River 没有破音过，现在讲，在练习的时候喊的比较好，哦哟。我今天会发其他的五周年照，但他期待的其实是破音，不可能喊 AKB， 我不可能破音。昨天有收到出货通知，耶！谢谢维基范大师送的贺羽球金牌。嗯，怎么变安静了？变安静了。今天呢，就在各大社群都看到一个这么厉害。雨变小，对啊，外面突然没有声音了。哎呦，但我其实在想，我要先po生写真，还是先把五周年po完？我正在犹豫这件事情。戒指，生血，好的。那我先po生血针。压线仔，我也是压线仔。看看啊、嗯，我还想想文案要打什么。嗯，大家都浅身，冰淇淋就该要有冰淇淋。
最喜欢吃冰的，所以冰淇淋红茶。看啊！啦啦啦啦啦啦！来打一个表情符号。好，就这个。好，晚上发，我好了，我好了。到晚上 MV 了嘞，八点吗？晚上几点发 MV 啊？我看看 ，AKB。八点，那我七点发，七点发，我还记得吗？不会，我想想，排程会不会搞我啊？不会，会设闹钟，七点发文。七点十分好了，因为七点我要再另外设一个闹钟，七点十分不用。发啊不要了，好了，七点发文，设闹钟。那我先放。我先发一个。限动还没发的的东西，等一下，库洛魔法石25周年，可能明天早上几点才发？对啊，那个排程有一点可怕，就有一点，这样。积分大师送的猪猪你哦，等一下我发个限动，地标有地点，有地点。A9，星光三月 A9。大家等我一下，
欸，但我今天想要多聊五周年。虽然我昨天有好像想到事情，但我依照我的记性，我今天就忘了。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奇的地方？虽然感觉这几天大家都播该播的播完。星光三月一。我想想，等我一下，我先发。谢谢中年妈送的告白气球。这次也是跳了九首，没错，这次跳了九首，应该最多应该就是九首，对，因为。我们后台很忙的那几个好像都是九首，但我后半段比较好笑，后半段是因为说什么？说哎，我们啊，刘晓晴昨天说哎，我们完全没有合照哎，我说哎，真的假的？为什么啊？然后后来发现是因为后面。中间有一度我的歌跟他们都不一样，然后他们都一样，然后我的歌跟他们不一样，所以都错开，然后我超忙的，我在冲来冲去。结果新单都没拍到照，没关系，新单我们已经有很多照片，这就是为什么会果断放弃拍27的原因。我们新单有点太多照片，所以会直接舍弃它。虽然是出纰漏了，但是对我们新单好多照片，对，我们新单其实就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已经很多次了，有很多备份，没错。差点忘记标人。有没有能参与的录影啊？最近没有，最近应该没有，但之后希望会有，之后会希望有。好想听我们应援喊的怎么样？你们应援喊的很好哎，你们应援喊的很好，我在台上有帮你们检查，你们应援喊的很好啊，因为线上没有收到台下音。等我一下，我换一杯。
家点 UG 都会点两杯，以防万一。之后会更好的，真的。希望上演的多一点，希望。但我的上演不倒哎、欸，现在会分配。那 平均分配工作，我也希望上演多一点。UG 很好喝，我们超爱喝 UG 的公司。啊，是我了，只要有我在，都会有 UG， 因为我会怂恿大家订 UG。茉莉无糖，我没有喝过茉莉，我都喝鲜奶茶了。希望南部也有宣传活动，应该会有吧？我不知道，应该总会下去的。有推荐吗？我喝金杯蜜香鲜奶茶，一分糖味冰，很好喝。有没有机会？希望。都是你在，对啊，我们家都是我。希望应该会，就希望会下去，但也要希望我有下去。希望我会下去。他们现在有点分节目组跟上演组，但其实我很喜欢上演。还有主持组，我喜欢上演。希望大家可以在上演看到我。还有少女的祈祷，CD 背后壳好难拆，对，那个要很小心，因为它很有可能会裂开，那要小心。欸，我有成功欸，我那天拍开箱的时候有成功，其他刘晓晴跟翁同学都裂开了，但我的有成功，要小心开。想看商演，商演比较轻松一点的来说，现在比较轻松一点，很喜欢商演，就是坐车，然后是然后好像到了要去玩，然后对，很有那种去玩的心情，然后就哇表演完之后就上车咻这样，好喜欢。上演时间比较赶，录影好久，那录影就是怕录影动的头脑会比较多。录影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比较难。好啦，没事。我应该有做好，大家可以期待耶。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已经有。就不是有一周很忙吗？那一周就是每天都是录影，我是全勤奖。对，但就是商演会比较少这样子。对，我那一周脑袋有一点啪啪啪，对，因为录影比较吃脑袋。对了，录影就是脑袋，但有些就是在学习，加油！但也有可能是要有经验也比较多，确实。哎呀，
不知道怎么分，但是有可能是经验比较多，所以会这样分。我不知道啊，好 Q 吧？因为节目不是最喜欢说，哎，你们跳舞吗？出来一段这种，可能好 Q 吧？可能对最好 Q 的人。因为现在职位嘛，也有可能，我不知道哎，我真的不知道。说点话，没有队长那人先 Q， 没有，通常 Q 出来都是什么，因为那个主舞是谁，然后我都会安静，然后旁边人就会这样，然后就。应该是我，真的。我的功用，上节目说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K47。很想装，很想装。AKB 对呀 ，AKB。要让我说点话，要让我上去磨练一下。我发现我有擅长的节目跟不擅长的节目，就是我后来发现了。就是我想一下，擅长不擅长的，不擅长的是那种做效果的节目。不擅长是做效果的节目，擅长的都是用谈话性节目讲完就好了。谈话性节目比较轻松，对，那种要做效果那种比较难。意志综艺台湾，就综艺吧，综艺比较不太会接，也不是不，就是接了吗？但通常综艺不是都会接很快吗？通常我会选择安静，那个节奏太快了，节奏好快，好难哦。也不是的，我想一下，算了，好难区别综艺，要分呢，综艺有分呢，综艺也有分，面超适合，面面会。讲不听，面面很会。我跟你说，面面的专长超强。他是因为我的弱点就是很难，那个话跟话中间我很难插进去。对，我的弱点是这个很难插进去，但面面很会，就是接住那个缝，他很会咻进去。他的优点，所以我每次要如果有东西要抢的话，我都说，哎，面面你来。你来他很强，他真的很强耶。可是我反应慢，我反应比较慢。对，因为有些东西，比如说宣传什么什么的，就是要自己插进去嘛，没插就没有宣传到，所以
通常都会叫面面先擦，擦了之后再丢过来这样子。面面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但是。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人多的好处就是各有专长，然后分工合作。哎、欸，但有时候也很想要那种，就是画那个随时都有那么多画的脑袋。先抢镜头再分，对，差不多。先抢到那个要讲话的那个时间，对。我要说什么？哦，对啦，很想要那个脑袋，很想要那个脑袋，这样我就不会不会那么。对啊，很想要，因为我话真的很就是比较少，就是哇，想不到那么多话。我脑袋那种东西是需要硬挤的，就是真的要硬挤的那种硬挤。然后我是希望我可以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有那么多的话在我脑袋里面，那就好了，就这样真的是轻松很多。需要人工智慧，對，因为我妈就是很多话，我就说你怎么没有遗传给我？是，我想想，我跟我弟都是不会讲话，就那种抒发情感什么东西的几乎没有，零的那种是零。就是这种脑袋没什么东西，对啊，没有啦，这是正常，就是除非特别感性的人，通常应该不会，不太会有，不知道哎、欸。我爸嘛，我爸我不知道哎、欸，但他的作文很好，所以应该也是不错，因为他作文很好。作文是那种我看不懂的作文，就是非常的用字非常的深，但是情感非常的多。我想想，对，应该是这样，有点久以前的，但我看过他的作文，他作文真的是哇，情感文情并茂啊，很强，他的作文很强。他可以出书的那种作文，超强，然后出书，然后大家看不懂那种，太深了。聪明部分应该是有遗传到，谢谢。但没有，但我不爱读书，我是可能遗传到我爸的脑，因为我爸很聪明，我爸的脑袋，然后我妈的个性，我妈不读书。你比较适合打文字吗？没有，我是连文字都写不出来。文字的话，我要琢磨很久。就是你要我写出一个还不错的作文，可以，但是我要花很久时间，因为我基本上我情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那种没有感情但是华丽文字。你知道那种作文吗？就是看起来很华丽，但其实没感情的那种作文。对，但是那个东西在我学不是学测嘛，在我学测的时候拿很高分，然后但我平常都拿很低分，我平常真的都拿很低分，因为我懒得写。然后平常那种模拟考什么都拿很低，因为真的懒得写，太麻烦了。对，然后我只有在学测的时候认真写，然后拿超高分这样，我吓到，我就说，哎、欸，我作文拿那么高，我第一次拿那么高哎、欸、这样。
谢博成兄的贺羽球金牌。好像我的学测老师喜欢这种华丽辞藻。你知道吗？就讲一个布告栏，我用了大概四五个形容词吧，在远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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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你知道吗？那个画面是从远处这样子，然后慢慢移进去，然后开始形容那个布告栏，然后怎样叭叭叭叭的那种。我忘记我那时候写什么了，反正就那个，需要人工智能，人工智能 AI 小的。谢阳公公送的红玫瑰，适合写小说。对，是这种写法。Hello，Hello。对，我不想，我真的不喜欢读书，但考试都考的还不错。对，就是我的还能够就是这样子存活的原因，是真的要谢谢我的头脑，因为我真的很不爱读书，但是我的头脑非常的争气，对。就是谢谢他。写完247的危机，哦 ，24/7 shining， 羡慕了。嗯，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有坏掉的时候。顺利撑到不用读书了，哎呀，撑到不用读书。有时候在想，就是如果自己喜欢读书的话，应该还不错，但就是读不想读。上次的 OK， 欢迎来握手会。数位券效果还不错，数位券是线上嘛，对不对？还是什么？还是也是线下？啊，都粉定，然后也是线下握手是吗？哦，那很方便耶，那很方便耶。对啊，不知道这次会不会有，这实体数量真的要猜很久，而且这次还特别难猜，这次真的特别难猜。我们那时候看到，我想说哇，他们猜到疯掉耶，因为超难猜哦。对，而且又要拿，对啊，我们昨天就在那边猜，我说哇，这个哇，而且中间不是要卡掉吗？我说等我一下，我猜一下，我才把它猜起来的，就是等我一下，我猜一下，我就猜不掉，我哎呦喂啊，难猜。不过内容物很不错，对呀，歌词本真的很可爱，大家可以看歌词。歌词本很可爱，比我的雅雅，超反人性的设计，就很难拆，而且它很容易裂开，就大家要小心，因为拆那个超容易拆坏，直接拆坏，没关系，你们留一个完整的就好，其他啪啪啪乱交，其他啪啪啪啪没关系的。你可以拿去当公关片。
又拿到一云跟林一合照的特点，耶！啊，对呀，特点是我跟林一合照，特点是小晴嘛，然后咪娜面面，然后我跟林一，然后子萱欧欧一平，然后卢卡肉肉一林少彤，分五组，是这样吗？五组。还是是一二三四五组五张，分五张。对，想给大家看，等一下，我的扇子。你怎么会记得？因为就按照那个下来，没有买到过。哎呀，啊，刚好的有限数量，是不是？这里，那个5周年周边，我个人觉得我这把扇子很好看。大家有买吗？这把是我觉得是我这几年来最好看的一把扇子，大家可以举这把，这把我看到我心情会很好。这把真的是我这几年来最好看的扇子，超好看。我说我的脸，对啊，很好看哎，真的好看。都没有蕾丝。林一云，朋友想法都瘦了。有，我真的变瘦了。跟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雨晴在我接之前就跟我说了，你知道吗？当队长好处是什么？我说是什么？会变瘦。说真的假的？那希望我会变瘦，结果我真的变瘦，很好笑。对，因为请上次5周年后台也这样讲，很好笑。你有拿到你的闪卡？我没有拿到我的闪卡，我没有闪卡，我也想要闪卡。但我有这个，我的闪卡在哪里啊？欸，我有全部人的，嘿嘿，剩一把啊，剩一把是闪卡要怎么拿到啊？我的剩一把。欸，真的是有差欸，我的哇，那个胶原蛋白，欸，怎么这样？欸，真的欸，哦哦，VIP 填问卷指定 VIP 签名纪念品啊，我记得我有签闪卡，但我自己没拿到闪卡。其实它应该要做成小卡大小，然后立牌应该也要做成小卡大小。
开始吐槽。对啊，来不及了，因为我看到食品的时候，看到食品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太难过了。但是我背面有呀，它是这样子。唯一美中不足，我就说这个应该要跟那个小卡大小一样，但他们说哦，厂商。就找的厂商只有这样子，那就说找另一家厂商，但他们说来不及了，因为5周年就要，然后我就气呼呼的走了。谢谢亮送的夏日祭典扇。拿到当下是背面，什么鬼？他说啊，怎么是背面？这样谁知道谁是谁？底座很容易断哦。哎呀，卡座跟卡是分开啊，原来如此，好好笑。对，我就说应该要做成小卡，走心就放背面。好好哎，蛮好笑的，走心放背面蛮好笑的，而且我甚至没有这个尺寸的卡套，好用，该又生气了。没事，我已经练很久了，这个尺寸我练很久了，在生气，我不会生气，我不要生气。很神奇，我很生气耶！我是说这样子，大家收藏也很不好收藏，因为大家就因为有小卡，所以可能买了个可能小卡、小卡模啊、卡套什么的，然后结果出了一个大卡，我想说大卡是要收去哪这样子，很神奇耶！6.5寸，我不知道哎，这个我不知道，帮你量。刚好我旁边有卷尺。来量一下啊，9.25，6.5，那应该是6.5×9，但它9.25，拿到的时候好难过。是狗狗，好了，大家撇除那个尺寸不讲，但我是狗狗，背面有狗耳朵。好，然后跟你们讲这张图的小秘密，因为我的头发非常的毛躁，是非常的毛躁。然后呢，是林雨欣大师帮我修比较不毛躁一点。我说怎么样？然后林雨欣就把我手机拿走，他就在那边修成这样有好一点吧。然后就、好像有好一点，对，然后就出来这个，对，因为我头发太毛躁了。很难买到刚好的卡套，真的超难，而且它长有 9.25， 莫名其妙的长度 9.25。 对，这是这张卡的小秘密，毛躁的背面。狗狗可爱，对啊，应该是6.5×9没错，但他不知道为什么是9.25，还不是9.3哦，是9.25。我刚刚量，好怪，但宽是6.5没错。折到反光的感觉不好，憨卡套放进哦，确实，但我会想要就这种，会想要卡套哎、欸，因为怕我习惯，就是怕会。弄就是怕会刮到什么，所以哎，给你们看我的卡册，这是专门放 TP 的卡册，然后还有我的拍立得之类的，这是专门放 TP 的卡册，这是一起升全套一起升小卡，还有小龙女闪卡，
你们看小龙女神卡，哎呦，快也比6.5宽，真的假的？还是它每一张其实都不一样？闪卡太难，大家怎么样？如何得到闪卡最快呢？加入 AKB48 Team TP 六期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不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招招。我刚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对，这个最快了。谢谢朱莲送的缘分相遇，这个是最快的。还有这个。这个应该要放这里，这个放这里。哎呀，哎呀，哎，我有一个好好旧的东西哦，等一下给你们看，等一下。毒蜘蛛哎、欸。超级旧哎、欸，还是雨埋在松岩。你看，对啊，哇，我刚好看，我看到这个，哇，好久哦。Hello， 哇，我现在在看我的。还有这个，哈利德，哈利德，都是哈利德，还有一起生哈利德，是哈利德。你看，很可爱耶。珍贵的拍立得，对呀、啊。我每个拍立得都有放卡，因为怕那个。好好，突然开始在看那个拍立得。还有什么？还有日本的拍立得。真的要侵占日本的拍立得，这本很值钱，因为这本有很多。没有对焦，还有日本的大头照，日本的拍贴，好可爱哦，日本拍贴。对，就是这个也是日本的拍贴，我们去日本拍了好多拍贴，很可爱。可爱哦，南桥水晶，南桥水晶，到哪都拍。对呀、啊，谢谢黑姐客送的梦幻烟火。南桥水晶，还有第二版南桥什么爱心照，有第二版。刚刚冒着大雨搬砖啊，因为刚刚雨超大。那你再一个温馨提醒，你看很可爱。温馨提醒，那个砖。单曲超级难拆，对，要小心拆哦。跟小晴拍的拍立得多吗？数一下吗？我来数一下啊。
三个人算吗？小龙，你单人的话，想要正面。开箱还是不会拆。跟你说，那个超难，就是要抠那个缝隙，然后把它撬开的感觉。我看看啊，在哪里？我刚刚李浩晴那一面啊，这里吗？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张啊，七张跟李浩晴的拍立得。会花点很难拆，而且一拆一个不小心它会裂掉，所以大家要小心拆。这是我的卡车，可爱。会，我刚刚又有想到那个五周年，但我又忘记五周年什么了，我一直在忘记。那大家再来看一下我美丽的扇子，大家以后拿这个扇子，我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好看，这扇子真的很好看哎。对啊，奇怪，我一直觉得有东西要讲，但我一直忘记什么东西要讲。真的很好看，而且我那天有双眼皮，你看。我那天竟然有双眼皮，很好看哦！自己讲，那再看一下上一版的，就还好，好了，就没有大家，这是胶原蛋白版。这是胶原蛋白，可爱。跟你说，我 Luma 真的，很喜欢这个小，就是脸也像葡萄，小葡萄。胶原蛋白版，然后漂亮版，胶原蛋白版跟漂亮版。好笑，那这就是当队长的代价。那个叫……但我真的讲，就是刚讲，就是真的，雨晴真的在我接之前这样跟我说过，超好笑。然后说，当队长的好处是会变瘦哦，这样。我还不相信我会变瘦，因为我觉得我很难变瘦。我还说我不相信，我说我应该不会，结果好笑。因为我那时候很胖啊，我那时候是小葡萄呢，要接的时候是小葡萄呢。好好笑，我的脸颊肉，但我觉得说我的脸颊肉还是很好捏的，所以只是变少了。真的哦，我自己这样捏，我真的觉得变少了，这样而已。五周年的糗事，什么糗事？也是一种回不去了，胶原蛋白。哎呀，会想念哪个成员？没有，好像是，是谁？雨林的下巴跟我的脸颊，然后小雨的脸颊，好像是三个
最好捏的 TP 的东西，这样忘记谁说对。林星的下巴也很软，这里他的这里啊很软，对，大概讲林星张雨林的下巴，然后我跟小雨的脸颊，小雨的还可以捏很久。大概是这样，最好捏的部位。对，别说我的脸颊曾经被姐姐们动过歪脑筋，他说哎，以后要不要卖那个啊林玉云脸颊券，超好捏的，这样感觉会赚很多。我说我的脸颊吗？我的脸颊捏一捏我就松弛垂下来怎么办？他们说那个是马吉的程度，他们说是那个草莓马吉的程度。前阵子学，我知道礼拜天晚上他们去东区的顶王，脸颊花鼠店，哎，好像也不错。脸颊花鼠店举办捏脸会，我说不行，我的脸颊会垂下，我变僵，就捏完我脸颊就会变僵，就垂下来。他们真的就捏完就吓到，就说：“哎、欸，以后办那个啦，卖那个捏脸券。”我说：“捏脸券可以换一张脸颊券，两边平就两列这样，两列然后捏脸这样。”这个。那满100张，救命！好棒的折折，好可怕！感觉我脸真的会坏掉，我跟你们说，会不会垂下来，变这样？10张都捏1分钟了，救命！好好笑，不行，我的脸颊。哎，但是我跟你们说，就是瘦的时候，因为以前不是都要消水肿，因为我脸很肿，会肿。我现在都不用消水肿，我现在脸不会肿。我现在脸就是起床就是不会肿。我不是还买了水肿药吗？我现在都没在吃。我发现我下半年完全都不会肿，对。对，真的不会肿了，偶尔会肿，就是可能前一天太累之类的，或者是前一天作死吃个拉面之类的，还是会肿，但是很快就消了。你看我的下颚线，我左边没有，左边脸很胖，这边比较瘦。对，我会肿双眼皮，我真的会肿双眼皮，但脸不会肿了。你的脸很多手指印，我今天被捏了一点，这样吗？啊，我这边脸超胖的，这边比较瘦，我是右脸人，完全的右脸人。所以我很多哎、欸，跟你们说，我的 IG 很好笑，我都是右脸，看看，嗯，游戏的条件啊，董子轩没回我。他最近在工作，看板的条件，看板的条件就是五位成员要个别那个战力要打2亿才算，
战力要打两亿，然后要有两个人是23等，然后其他的人21到2，是吗？等一下。要2122战力达400万以上，50人，231000万，2人。但就是没有23要两个，21到22要50个。但那个50个是说点进我连结的50个人，对哦，我现在看文字是这样子哦。现在看的文字是这样。我觉得23等超难，不是城堡吧？首领大厅21到22，这基本上不可能，真的。我觉得。的是，弹错了，我看一下哦。这个文字真的长这样，我觉得是啊。董子轩说可以啊，他问问粉粉们，如此冷酷的文字。还要问个人，等一下哦。21到22，50个，然后等一下哦，问个人，我也觉得是不是弹错。喂，问个，我现在也在开直播，等一下哦。他们说是要21到2250个，然后23两个人才算吗？所以21到22要50。哇，好的，对。嗯，然后23是另外算的两个人，哦，50个人里面包含23两个。好，那对，然后因为我刚刚在那边看他的文字，也是这样，没错。OK， 好的，感谢你，拜拜。对，就是。
但五十个人里面包含二三的两个人。TB 所有不足加起来五十吗？不是，是一个人里面要五十个人，就是点我点姐的五十位要达到二一到二二，然后二三要两个人才会有那个看板，对对，才会有那个看板。四十八个人不用二一到二，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有五十个人二一到二二，然后其中两个人要二十三，这样子。对，他的条件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给的网页没有，是不是？全 TP 加起来也是二一二二五十人，却不简单。每个成员都说的不一样。我不知道，我刚刚打给肉肉，我刚刚是打给肉肉。算法不对，没有提到要全二一二二。达到条件一，条件二。才会有台北地下间看板。条件一是二一到二二等战力达四百万以上五十人，然后二三等战力达一千万以上两人。对，达到条件一条件二全达到的话，会有台北地下间看板。我觉得是谈的方式不对，因为我现在我的身份也不好说什么，但是我给你们文字版好不好？文字版是说条件一，首领大厅二一到二二等战力达四百万以上，然后五十人，跟首领大厅二十三等含以上战力达一千万含以上两人，然后条件二是。那个总战力达两亿以上，前五名这样，就是我们十二人里面总战力达两亿以上的五个，这样。然后奖励是说达到以上条件一以及条件二全部，则赠送 AKB48 Team TP 十二位台北地下街户外看板，这样子。成员战力不算，他们说成员战力不算。我们分七组没有意义吗？其中一个条件达到呢？但是我们要五组啊，我们要五组啊，我们只是保了两组是吧？我们保了两组啊，因为有些人也要尊重成员意愿啊，所以我们不可能直接说哦，我们只需要五组这样子，就是也要尊重成员意愿，所以这个里面也不是我们强制说谁跟谁一组，谁跟谁一组就好的东西。对，这个东西掺杂了很多元素。
这东西掺杂了很多的东西，所以你现在只这样讲说七个人没有意义啊，这已经是我们想出的最好办法了。那如果没有办法的话，那我觉得也不是在这边说能怎么样什么的。那你们有什么问，就是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就算达标，对，这就是我们想到的问题。但是我们是偶像，我们不能这样子讲话，对，懂我意思吗？50个人是指600人里面吗？50个人是指单一成员的连结的。他们规则没有用文字公告出来，懂。但是因为我看一下，我其实是这个嘛，活动网址。在我这边为了谁的？为了 AKB48 Team TP 12位成员的看板。谈的我，因为也不是我们成员去谈的，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对这个条件的。但我们那时候听到的当下还是觉得，怎么会这么的高？但是因为公司是谈好的了，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配合。要90%以上，对，就是他的条件是这样子。有大量，又会有纷争，没错。看一下哦，我问一下。
武林盟主。等我一下，等一下，谁？蔡柔来了吗？蔡柔来了，我等一下哦。要回家还是暴雨？真的假的？我这边没有听到雨声呢。等我一下，我问了。大家先不要冲动，谢谢。对，谢谢张妹妈送的芒果冰，谢谢俊生送的炼金秘药，炼金秘药，还有掌声鼓励。等我一下哦，我现在在处理了，大家，我现在在处理了。真的要去领 CD， 再提醒一下 ，CD 很难开，大家要小心开 CD， 不要被刮到，它真的超难开，会裂掉。
一下哦。有听说的群组在团购防割手套，那个真的很容易割到，小心。好，目前收到的，我在目前收到的回复是我刚刚讲的那样没错，但我在确认的是23等要有没有包含在21到22等的50人里面。这点我再确认一下，然后我收到的回复是21到22打50人，23打2人这样子，然后两亿的就是个人连接打两亿的，两亿需要五人这样才算。然后我这边也请他们沟通维京崛起，说能不能给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公布出来。对，我问了，我讲了，然后目前等他回复条件一那边有没有包含。目前等这个，然后首先以我的身份，我必须说，大家赶快来玩《维京崛起》，对，那就是自由判断，真的是自由判断，我没办法讲出什么话，但是只能说自由判断，大家对。然后，好，不算，所以是21到22等需要50人，然后23等需要2人，然后要有五位成员达成这个标准之外，然后五位成员的连结里面，就是点你的连结进去的，战力需要达2亿，这样子，然后也是要五位成员这样。啊，那个点连结就算了，就算是那个战力了。对，就是我不你比如说你点我的连结，但是去紫萱不足的话，也算是我的战力。就你只要打，就是可能你打到2122有400万，那也算是我的战力。这样，对，是这样子。我很非常抱歉，就一开始没有讲清楚，也没有公告清楚，然后可能每一个成员理解的意思也不一样，就是造成误会，非常抱歉。对，但这边已经去，我有去反映说可以请游戏方那边再给一个比较详细的公告，对，然后看公司跟游戏那边怎么处理。对，那目前我得到的回复是这样子。对，然后再麻烦你们跟其他粉丝讲一下，对，就是目前的条件是这样，我刚最新问出来的结果的条件是这样，再请大家再帮忙多宣传一下。对，就是我只能说自由判断，我只能说这样子，因为知道对这个条件真的比较困难，就只能说自由判断。对，非常抱歉大家，因为其实对他们给我们的也是需要一直去问，所以我们没有发现到问题，就真的没有发现到。非常抱歉大家，全都在看板上，五个人符合的话是12人都会在看板上。
这边还有可能再跟他们谈的。这边的话，可能可以去反映一下说，因为你们一开始没有公告清楚，是帮我剪掉。对，因为我这边不知道公司方面是怎么谈的，因为我们也不太对，不太知道，所以。没有，是21-22要50人，然后23两个人，所以总共52人。我刚问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对，因为我刚刚问说，23包含在21-22的50人里面吗？他说不算哦，所以是52人，两个人23，然后50人21-22这样子。对，然后总战力2亿，没错。对，就是我也不清楚他们内部怎么沟通的，所以。没错，不会不会，因为不了解规则，我们也没有搞清楚，其实。有点可怕，哇，抱歉大家。250人这词有点荒谬。对啊，不打，但这个条件确实是很严苛。对对对，没关系，就是大家就自己判断，因为真的太难了。就是你说你要自带参与也可以，就是玩得开心也可以，真的，大家加油，不是加油，对。值得六星好评了，对，大家自由判断。好的，所谓活跃玩家就是一个月内21等。增加人数的科技刚刚满了。
谢夜兔送的红玫瑰。辛苦辛苦大家了，非常抱歉，我在有这边有请工作人员在请围巾那边给一个正确的答案，这样。嗯，好的。不会不会，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就是再麻烦大家再帮我把那个游戏规则散播出去，宣传散播出去，再散播出去，对。谢谢，就是，50个人21到22，然后两个人要23，所以总共是52人，然后。23的战力要打1000万，然后21到22战力要打400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个人的连结，点进去的连结战力要打2亿，然后总共5位成员，上面也是5位成员，就两边都是5位成员，这样。对，这样才会有看板。说的30%有30%是包含。啊，30%是指的是另外的东西，30%是指那个活跃人数，就是你点进去随便点点点就有了，对，那个就有了。个人连结要2亿，个人连结是2亿。Hello， 张少彤。点就好，好像没看到，他是说点点解就好。那个活跃应该是你家有上线，然后点一下，点一下，应该就有活跃的状态。谢谢维基范大师送的全集金牌。没被罢免之类，对对对。所以张少彤到底长得像什么面包？张少彤。
头很像白白的馒头，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种馒头。手包连得出来啦！切腹左岸这边，我看看啊。对，应该是上去随便点点点就 OK。他对于那个活跃，我想对，但是那个活跃30%是那个12位导入的600人里面要有30%以上，这样子。对对对，还是就是点点点。他说只要有上限随便点就 OK 了，这样。为什么又开始下雨了？刚刚不是没下吗？怎么又开始下了？有，我在请，就是在沟通了。要下班又开始，对呀、啊，刚刚有停一下下呢，结果又开始暴雨。看一下不足。OK， 研究，慢了，点了。再拿去拿 CD， 可能晚上吧，希望晚上不会下雨，我晚上也要出门。没有问题，没事没事，大家都辛苦了，大家玩游戏辛苦了。对，我再去沟通好。对，然后这几天再麻烦大家，就是把规则先传出去给大家，这样。谢谢，再麻烦了，辛苦了大家。好的，那我今天直播到这边啦，等等8点会有 MV。24/7 Shiny 的 MV， 大家记得看哦。现在首播出来，大家可以按那叫什么？可以按什么追踪吗？那叫什么？可以按提醒是吗？是按提醒吗？大家可以看哦。好，我先念个排行榜，小铃铛，对，大家可以按小铃铛。我先念排行榜，第10名是野原。第9名是水豚，第8名是吉米粥，第7名是戴维，第6名是呛辣咖喱，第5名是波琛，第4名是智，第3名是中和喵喵，谢谢中和喵喵，第2名是黑杰克，谢谢黑杰克，第1名是微积分大师，谢谢微积分大师，大家拜拜。你们要同步收看吗？对，我应该会同步收看。谢谢杰克上的爱的熊宝，大家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家拜拜，下次见了，拜拜，记得看 MV 哦，然后拆砖小心，很难拆，会刮到，拜拜拜拜拜，握手券，握手券。欢迎大家来找我握手，现在先宣传，拜拜拜拜，3、2